二哥，作为良亲择木而栖，王世充他并非明主，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。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，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。我已经反隋朝叛李密，如今再背叛我岳丈，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？就算我不计较，可我的孩子，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，有一个不忠的爹吗？叔宝，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。忠义两难全，如今我们各为旗主，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，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，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。这都拒绝的话，证明我们以前不是兄弟，无义可断了。二哥，罗成，我就这一个妹妹，一定要好好的待他。从此恩断义绝，告辞。二哥。孟海公，快请，请，请坐。哎呀，孟兄来得真快呀！王兄，洛阳之战如何？惭愧，洛阳之战难于启齿。我那兵马不成问题，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，实在是太厉害，很难取胜啊。王兄，据我所知，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？哦，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。父王，父王，追杀李世民不成，请父王治罪。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，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？我是怕打草惊蛇，所以我才……哎，好了，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，快起来吧。谢父王。你的兵器怎么回事啊？小婿不才，是被尉迟恭打断的。尉迟恭，此人这么厉害？据臣所知，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，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，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。哎，孟兄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孟兄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。哦，白牡丹，黑玫瑰，见过大王。哎呦，孟兄啊，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？王兄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，曾战败过许多敌将。哦，那这是？大王，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，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。你，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，好，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寨迎战唐军。大王请放心，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负大王所托。大王，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，大败唐军。好。翠芳阵中有一个女将叫阵。女将？知不知道是什么人？不知姓名，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，皮肤黝黑。跟我一样黑？
不会吧？是不是你表妹啊？有没有那么神奇啊？那我出去会会她。喂，我叫尉迟恭，你叫什么？别人都叫我黑玫瑰。我说黑玫瑰，我劝你不要逞能。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，这是战场，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。呸！你这蛮汉，别看不起女人。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，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。什么嫁人是夫，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。还没嫁人呢？哎，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。你这么漂亮，我不忍心下手啊。你敢取笑我，看招！叫就打架。黑玫瑰，还别打了，少废话。我说的吧，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。你不跟我打，我叫其他大将跟你打。想走？我可舍不得你走。放开我，你这黑脸怪，放开我，你这黑炭。我们俩一样黑，是天生的一对儿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报，尉迟将军战胜，已擒得对方女将回营。哦，既然擒得对方女将，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？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，而是将她抱入自己帐中，礼遇有加。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抱入帐中是作何表现？天色太黑，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，只听见他在唱歌。唱歌？程将军，不，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。什么任务？说媒。说媒？给谁啊？尉迟恭。正是。军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二殿下，据我推测，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。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，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，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哼，果然是件美事。程将军，那就麻烦你。又是我，这是命令。但是我每一次成功过，次次都失败，为什么总让我去啊？哎，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。你就放心去吧，如果成功了，算你大功一件。嗯。哎，放开我，放开，放开我。你这蛮汉，我既然被你擒来，要杀要剐，心情尊便，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？我舍不得打你，更舍不得骂你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样都行。你说呢？哎呀！放我下来！我不让你走，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，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我见到你，我就特想跟你说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，行吗？你此话当真？当然当真了。我虽然黑，可我守信誉，你不信我可以发誓。我只是随口问问，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？有什么话说吧。也不算很好啊。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，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咯。哎，黑美人啊，嘿嘿，很难得啊，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了。嘿嘿，哎，你们两个很配的啦。嘿嘿，哎，不如这样吧，黑美人，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，是不是？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，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，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。别商量了，我即刻回去交差，你说有多好啊？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。放屁。这个泼妇，你打人，你你要干嘛？
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？欺负你不行啊，有种再骂一句试试，本姑娘不发威，你以为我是病猫啊？怎么不服气啊？不服气你再来，本姑娘砸得你满地找牙，连狗屎都啃不动，还不快滚，找打呀！你们可起来，好，我走。谢谢你帮我。我看你是好人，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，所以就帮你了。对啊，我是好人，是好人。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说吧，说完放我走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在战场上，我第一眼看到你。你那美丽的容貌，温柔的言语，端庄的举止。等一等，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？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啊。那温柔的言语呢？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。哼，还有端庄的举止，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都陶醉了。真的，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，又舍不得你走，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，我没有念过什么书，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。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我不讨厌你就是。哎，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，一直无处倾诉。今天见到你，我知道你是我一直苦等的，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可以不投降，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连江山都可以放弃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。你嫁给我吧。真的？哎呀！我既然已经嫁给你，当然嫁鸡随鸡，归顺唐军。但是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公营，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。否则她会有危险的。明日他定来救我，你千万不要伤害他，将他生擒回来，我自会有办法劝他归降。你怎么说怎么是，我听你的。你打了一天累了，先坐下来歇歇，我来给你捶捶背。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，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。这样舒服点吗？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，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，省得呀她惦记你。胡说，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。看枪，嫁。哎呀，又要打，嫁。将军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没你们事了。夫人，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。喂，哎呀，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？我什么我？算了，没有关系的。表妹，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。是啊，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。我觉得呀，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。表姐，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，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。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，吃饭同桌，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，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，还找到的是天下难得的好男人，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？这也是啊，不过他人只有一个，
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？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呀，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？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过来！我还不过来？夫人，相公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你们俩都嫁我啊？嗯，是不是我不够好啊？不，你很好。是不是我不够好？你也好啊。那就定了，一人一半，照规矩，表姐睡左边，我睡右边。各位，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，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，真是难能可贵啊！大家都是性情中人，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，来，大家举杯，今晚尽情的畅饮。来，喝酒！喝酒！好酒！好！来，大家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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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！哎，你笨头笨脑，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，这么厉害！好啊，你程兄弟，你们家那位也不错啊。一个顶俩，嘿，这叫福气呀、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不懂。恩公，你看，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，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，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。嗯，今天大家这么高兴，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两位夫人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嗯，好啊。在哪里？保佑我们能早日相见。来，坐。嗯，相公啊，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呢？为什么？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。再说了，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。哼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你不让我试试，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哎呀，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，现在呀，给我跳舞去，走。白夫人，你真厉害，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？是这样，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，好打抱不平，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，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，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，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。嗯，那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，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？是吗？原来你也会武功啊。嗯，如果你的武功了得，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，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。表姐，你在干嘛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，她也想作战呢。那好啊，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，单凭你们的容貌，不用作战，敌军呢不战而败。你，相公啊，你听到没有？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。如果呀，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，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，可不许再找借口了。好，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。好说。哎，当心啊，冰冰。哎，罗大嫂，冰冰，罗大嫂，快叫军医。
怎么样，大夫？嗯，罗将军，恭喜恭喜啊！尊夫人有喜了。冰冰，你听到了吗？咱俩有孩子了。可是，这下我就做不成唐寅三女将了。嗨，这个孟海公，他手下有两名女将，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，你们猜结果怎么样？嗨，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，你们说这能不败吗？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，所以才来晚了。什么秘密武器？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，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，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，方有一分胜算，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。好，朱灿，告诉我听。哎，